腾讯视频 A 咖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杨洋给大家分享了身上的这套 look。首先，上面其实就是我基本上平时都会穿的一些穿搭类型嘛。但是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穿了一双这样的一个鞋子。这双鞋子其实很独特，首先我觉得就是它穿出来非常的舒适吧，而且又非常的时尚啊。这双鞋就是它是用环保的一个材料去制作出来的，它是用这种再生的材料混合打造出来的，所有的一切不可能都在这双鞋子上变成了可能。Song for the Mute 外套内搭 Bold 衬衫，脚踩 Hogan 3R 运动鞋。杨洋也讲了这双运动鞋的上脚感受，感觉穿上之后走路很不累，然后呢就是感觉你走一天就到哪都特别轻松，不会觉得说这双鞋会笨重的感觉。不愧是 Hogan 品牌代言人，说的 A 先生都想要种草一双了。提到环保，杨洋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环保生活方式。比如说我平时吃饭的话，我会长期带自己用的碗筷，我会再次的去循环的利用吧，然后减少这种一次性碗筷的这种使用。比如说垃圾分类还有比如说出行也为了节省一些资源的话，可能会要有一些低碳出行。6块钱，就是你环保的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，大家一起跟杨洋行动起来呀。提到最近在杂志里的蓝发朋克造型，还有想尝试的其他发型，杨洋说我觉得很酷。然后其实那天拍摄杂志的时候，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可能是舞台上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自己吧，觉得自己还有挺多面的。然后尝试其他的一个发型，那就银色头发吧。来安排银色头发吧，银色头发吧。秋天怎么穿衣做搭配，杨洋说了自己的搭配心得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穿搭一些小风衣，但是秋天的话，我可以推荐大家说穿一些稍微薄一点的小风衣，然后在里面做一些色彩的一些小内搭吧。我觉得这是我属于我自己的一些穿衣的风格。杨洋也分享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。首先最近也是在还一些就是之前在剧组中欠下的债。前段时间我的新戏《你是我荣耀》在播出嘛，然后在做宣传。那最近其实也是在拍一些广告等等的一些事情。那其实接下来我会有两部影片会上吧，一部是特战荣耀，我饰演一个军人，还有一部是且试天下，我饰演的是一个两个身份的很独特的一个人物。对，希望大家期待。 A 先生也同样期待早日能在腾讯视频上看到杨洋的这两部作品呢。